妈的，这是恐怖游戏吗？这游戏欢乐好多啊！雷神之锤，脑瓜像放屁了。看哥的操作，雷神！我贴上边去。嘿嘿，嘿嘿，哎，菜菜，快！妈的！我得找我儿子去，好吧？我看我儿子去哪儿了。儿子，你爸爸来救你了。你爸爸刚刚把这帮人的脑瓜都放笑放屁了。我要去救我儿子。儿子呢？那可是好不容易在路边捡来的儿子。你他妈玩不起呀，这帮人！脑瓜疼，呵呵，脑瓜疼，玩不起这帮人。我们追上他，我们追上他，简单。他已经去世了，来吧，来吧，不走寻常路。教室一间又一间，我看这里面什么？有个弹弓，这是我的武器，应该是。这属于我的，属于个毛。这边有个锁，看到吗？这个是电梯。这个电梯需要用锁开，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找到一个锁。嗯，好像有什么几个老师。我靠！想起了我们家的班主任。哎呀！是在上数学课，老师还能发动他的发动老师发动绝技，学生之攻击小报告，好吧，老师发动了小报告，所以他教的这些学生都没脑子，还教啥呢？老师接着教，老师教写的啥啊？黑板上都看不清。谢谢梦里梦见梦不见送的40个爆竹，谢谢。好，我们逃课了，这场课我们逃了。Yeah， 我看到钥匙了，好吧，那我先把这个打开。啊，这个打不开，好吧。哎，我们怎么取到这把钥匙呢？先这样，爬。虚晃。哎呀，我操，这个滑铲帅的一匹。靠，这点老师是白娘子吗？我有点东西啊，这个老师。美景。美景老师，是老师要是削我，慢点，每个孩子的童年都有一个这么恐怖的班主任。脑瓜像放屁了，不听话，对吧老师？好吓人的班主任啊！啊，班主任吃人的吗？
哦，我是肯定不会把我的孩子放在这个学校来上学的，这个班班主任太可怕了。小鞋，咋这玩意儿穿小鞋？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啥？美术老师吗？这是？画的这是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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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够得着我们？哎，我去，脑壳疼，脑壳打扰了。孩子的内心很脆弱，脑壳也很脆弱啊，可以用这个开门，开门神器，用来开门的。来，我他妈走。Nice， 拿着这开门神器走，看谁还敢惹我。这什么地方？厨房吗？妈呀，真的是好方便呐！千万别掉下去，掉下去那很厉害。我躲。哎呦我去！哎呦，这只小眼睛，水灵灵的大眼睛啊！真是，翻白眼翻哪去了都？快跑快跑！这个老师他不是人。OK， 事不过三，需要这么高，你脖子能伸这么长吗？我今天不信，我今天就要试试来。哎呀，你来追我！哎呦！其实这瓶子可以不摔，可以抱着走。溜了溜了，再见老师，再见老师，再见。我就很好奇，这个通风管道为什么会塞下两本书？我们走。老师，你不会？老师怨念很深。老师说：“今天我不把你吃了，我誓不罢休。”啊，我们需要用这个梯子，哎，弄到这儿，然后我们就能上去了哈。Yeah, 我真的是聪明。OK， 悄悄的。Guess， 小门。他看不见我，没错，就现在冲！老师啊，不带这样的，我就算了，我自己，快跑！什么意思啊？嘿。马老师，马老
老师再见，老师。老师走了，老师走了 ，nice 啊！我战胜了他，我战胜了他。嘿，哎呀，果然我还是最聪明的那个，身手敏捷。啊，发现了，哈哈。直播间的观众观察很缜密嘛，你们的洞察力是可以的。我儿子可能是被抓去上课了，大概。这有两层楼，这边有人在下棋。好，我要把这个给它组合好，然后我推用这个啊，不对啊，组合，我跳到这上去，然后一个大跳开开门， nice。 这是要玩棋吗？这个小伙他已经变成棋了啊，哦！我需要拿到那个王冠。嗯，还有个木剑，看到了吧？那我身高不够啊，所以说我要找东西啊。现在这个可以拉。找到三个帽子，我看这个整个这个游戏里面到处都是这种画，看到吗？这个男人到底是谁？左上角中间是黑十字，右边是圆圈，左上角是这个。哎，好，右边是圆圈，拿下来。嗯，好，下面是十字，十字我够不到现在。可能我需要找一个东西，现在我够不到了，太高了，这个能踩这个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用圆的先垫，对不对？先用这个垫脚，哎，跳上去。啊，我这么聪明，我简直就是他娘的天才，好吧，我简直就是他娘的天才。然后把这个卸下来，然后放到这儿去，然后再跳到这儿来，然后再跳到这儿来，然后拿到这个瓶子，然后把这玩意儿，这肯定是什么酸性物质，好吧，这肯定是某种酸性物质，然后把它打碎。打碎，不对，算了，不用管了。十字是下面，中间是王冠，不用管它，好吧。耶，机关。开动了，这有什么意义呢？
有啥意义啊？哦哦，果然这边有个密室，小狗小狗拉尿，这个密室拿到了一把钥匙。收下了，这边还有小鸭子，走小鸭子，我们去冒险，呱呱。带这个小鸭子，我将带它持续到故事的结尾，揭露这黑暗的真相。走小鸭子，没事，一会儿老师要吃的话就吃你，好吧，不吃我。现在时间是晚上5:45，50分，对的，50分。走小鸭子，这啥呀？哎呀呀呀呀！又合体了！啊，我又合体了。这个门它开不开？好吧，没事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瓶子推。这个门开不开？好吧，我们接着往下走。这个钥匙一定是开前面这个门的。关键要素前面肯定是有个锁住的门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就知道，天哪，我还真的很聪明。快，儿子，爸爸来救你了。这应该到食堂了吧？地上有个大肠，能捡起来吗？啊，真的是个大肠！我靠，这大肠，这大肠的质量很 nice 啊！建议各位都尝一尝正宗的这个小小梦魇黑色猪大肠。听到了一丝惨叫，这个是食堂吧？妥妥了，食堂，好吧，冲。 OK， 我们来到了学校的食堂。众所周知，学校食堂的东西都非常的难吃，当然这个学校食堂也不例外。这边有个大勺，我们给他一勺子。脑壳疼，来呀，脑壳。事不过10086，我看到了那个人，他在碗里面拉尿。Yeah，Triple Kill，Water Kill，Unbelievable！ 我拿到了四杀，脑瓜都让我笑放屁了。还有谁不服的？我自闭了，他妈这么多人！爆 kill， 我去 kill， 啊，他这个头是可以戴的。我终于露出我的真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现在就是大头儿子。哎，你们认不出我，不知道我是谁，不知道我是谁。我能不能把他们全杀了？这些熊孩子，啊，浪费十块钱干啥呢？太可怕了，熊孩子，这都没有大人管的吗？啊！我要吃屎！我要吃屎！我要吃屎！我吃屎就满足他们嘛！还有很多的校园暴力，听到了，校园霸凌，真是严点，这个孩子没脑子的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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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多，吃啥呢？给我吃屎！好香好香！我也会玩这个，闪都闪面了。孩子的内心很脆弱，他推我。感觉这个灯不会掉下来吧？
我看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这边可以过，溜了。我脸碎了，我戴个头套，对，增加我的洞察力。我在想，如果我这个时候再回去的话，太好了，回不去，直接杜绝了我能回去的可能性。好，我们现在上这边，再来这边，再来这边，再上这边，等等，操作失误。我看到有个大脑，看来他们都没脑子啊。这个地方存放的都是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脑子器官。如果我再往前走的话，会不会就啊，往上爬，往这儿爬？对。啊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啊，绳子，我看到了。调整位置，调整位置。非常的棒的落地，非常棒的落地，落得非常的石头，响声非常大，动静非常的大，好吧，裁判几乎给出了满分，感谢一发入魂好吧大送的血瓶。没有水花满分，好吧，因为根本就没有水。哎，再当一下。嘿，哇，真的没解。好，这个是个脑子，我们找到这个脑子，把这脑子打下去，不知道是谁的脑子。好，这发生了什么呢？哇，这脑子真的，哇，好弹性啊！听说脑子99%都是脂肪是吗？老师说打不动。哦，是用脑花打这个机关吗？不会吧，我跟你说，他要是用脑花打机关，我就当场把这个显示器给吃了。脑花打机关，动动脑子，杨大夫，你动动脑子呀，真动动脑子，好吧，真的是动动脑子。动动脑子。哎呦我去，啥玩意儿，青蛙。老师给你补补脑子。哎，给你补补脑子，老师。暗示你没有脑子。老师走了。老师啊，老师是生物老师，我看明白了。生物老师啊，这么多脑子，老师有。还有脚丫子呢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拿脑子勾一下老师。老师在。生物老师这么恐怖的吗？溜了，老师，再见。生物老师真吓人，可以走了，勾引他一下。他摇头，我要喊话，他摇头的一个个的，这么怂吗？他不想死，求生欲很强，狂摇头。怎么这么高啊？
神他妈动动脑子。末日铁锤来了。好吧，必须得杀生了，对不起了。锤，脑瓜小放屁了。锤，脑瓜小放屁了，漂亮！感谢吴老板送的超表枪，谢谢。我看还谁不服？吴老板新年快乐，牛年大吉，牛年牛气冲天，好吧？脑瓜一下小放屁了。就搁着操作，一整就爆头。还有谁？还埋伏我？就，都给我死！不是，哈，想坑老子？啊！我操！锤子拿走。这都是恶里的挡挡挡下来，儿子，儿子还活着吗？大脑朝下够呛了，埋了吧，就在这儿。你这么硬，你还活着，就有点瘦，这小胳膊小胳膊小腿了。走吧，跟着爹，跟爹走。来，爹叫你在这尿尿，好吧？我真的想尿尿。